all alone. I've been hiding. Come close and see something's moving in me. When it comes, it shows up, and I find more and more.喂，队长，什么指示？哎，小刘，今天是不是开工资的日子？啊，是。那个，把我的工资啊，还是送到韩浩他老婆那儿。老规矩啊，不要告诉他是我们做的。您不能老是做好事不留名啊。啊，好了，拜拜。别敲了，在这儿呢。不许动！警察，把手举起来！说你呢，把手举起来！转过来。孩子呀，这么小了不学好，几岁了？干什么呢？队长，喝点水吧，对身体好。不喝了，懒得去厕所。谁啊？进。哎，你是怎么来了？你的事我们听说了，我们代表专案组过来看看。我有什么事儿？就这事儿。罗非是不是知道了？飞哥让我们来的呀。那说明穆剑云也知道了。坐吧。你先坐吧。不必。韭菜、大葱、洋葱、鸡蛋。我说的是外甥，为什么要食补啊？飞哥说已经不行。谢谢。哎，是他伤了你吗？我说你小小年纪怎么下手这么狠、啊、我动的是脚。黑猩猩个棒吧。哎，大熊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，说你两句你就动粗，那要真跟我这样挨上一脚你怎么办？小鬼啊，不是叔叔说你，你多亏偷的是警察叔叔的家，你要偷到坏人家里了怎么办？什么叔叔？你个死同性恋！怎么就同性恋了呢？你家里摆的照片几乎都是同一个男人的，你不是同性恋，谁是同性恋？那是同志关系。哎啊，对，越描越黑了。小妹妹，你误会了，他们只是同学。年纪大了就是啰嗦。如果我喜欢你的话，大赏。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突然想起，我是不是也这么刺激过穆阿姨？队长，小飞啊，小飞，你爷爷在外面等着呢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家吧。哎，队长，就在。小飞还没满16岁，未成年，犯点小事，教育一下不就得了？哦，可是。可是什么呀？他也没偷什么贵重物品吧？走吧。
他这往大里说算袭警啊？混账！手脚不干不净的，对得起你爸妈吗？我爸妈早死了，你没资格管我。你还犟着去干什么？你这是，孩子还小吗？老丁啊，我这张老脸呐、都让这兔崽子给丢尽了。行了吧，我看这小慧啊，倒有几分当年你的影子。这孩子爹妈走得早，我没有管教好啊。行了行了，消消气吧，赶快回去吧，快点。哎，回去记得给我发个 QQ 啊。好好好。哎，丁局，您跟那老人家认识？岂止认识，我们还熟得很呢。我当年当片警的时候啊，跟他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朋友了。怎么，他也是警察呀？他是个小偷啊。老段，这小孙女啊，怪可怜的，打小父母就没了，是个孤儿。本来啊，小辉和老段啊，也就是他爷爷，关系挺好的。他父母突然出事以后啊，这小辉啊，性格就变了，整个变得就扭曲了，不在学校住，天天往外跑，跟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们整天在一起。老段为这事儿啊，很是生气呀。那这小辉是个惯犯吧？都偷了点什么呀？也没偷什么东西，他只是在人家家里啊待了一会儿，啊休息了一会儿，顶多呢也就吃了个水果，仅此而已嘛。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不过没出什么大事，让他们爷孙俩自己解决吧。走了啊！哎，好，这让他慢走啊。玩啥呢？麻醉针。你太吓人了，你容嬷嬷。谁吓？别闹！杨姨，你没事弄那么多麻醉针干什么呀？又谁得罪你了？就是因为没有人，我这几天太闲了。哎，你这一针能把人整趴下不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按照新闻里说的配的，试一下吧。别闹！啥新闻？狗贩子用麻醉针杀死小狗。个巴嘛！狗狗怎么了？
狗得罪谁了？哎，冷静冷静，狗贩子已经依法制裁了。我也很喜欢小狗，肖伯纳曾经说过，你见的人越多，就会越喜欢狗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这话说的挺怪呀。那个小萝莉又被抓了。哪个小萝莉？就是那个小偷。小辉啊。没错。他又偷什么东西了？这回不是偷东西，是杀人。死者段建国，61岁。段建国家的门锁有明显的被撬开的痕迹，凶器上也有段小辉的指纹。就是这些，其他证据尚不明确。根据这些线索，这个段小辉的嫌疑是最大的，亲手杀了自己的爷爷，这个90后的思想很难琢磨呀。队长，他是00后，你查没查过他的星座？什么血型？什么属相？我在这吹毛求皮的。那边审的怎么样？那边还是那句老话，说什么凶手是黑社会古贺仔，反正就是不认罪。我操！我还山鸡呢。回回。小鬼，你是香港的唯一六看多了吧？我希望你坦白从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我说的就是实话，爷爷就是被黑社会害死的。一派胡言！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来的黑社会？我要说多少遍你才相信？你们不赶紧去抓坏人，全把时间花在我身上，你们到底要怎样？我告诉你啊，叔叔，我现在是证据确凿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么小的年纪下手如此狠毒。我要不是看在你这么小小的年纪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举起来？快点，快点，跑跑跑！你干什么呢？随便看看。你们专案组没有停尸房吗？有啊。那你有什么好看？嗯？你喜欢双手壁咚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因为是我让他来的。听闻二队最近破案颇多，都来学习学习。哼，这种态度我还是很喜欢的。你们跟我说说你这边的情况。根据死者胸前的伤口来判断，凶手的体重达到60公斤以上，小辉根本不符合。嗯吧，60公斤这个数字太武断了。我听说你们二队的笔录，小辉自称是没有带钥匙，用漆皮纸撬锁，打开门以后发现爷爷已经在里面被杀害。
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笔录？而你们的推断是小辉说谎，实际上是他先用别针撬锁之后，然后对爷爷实施杀害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推断？试问，一个带着充足动机计划谋杀的罪犯，怎么可能会犯下没有带钥匙却又靠撬门进去杀人的低级错误呢？二队长，你们要是不小心办了一个冤假错案，那可是多少破案率都拉不回来的。不如，这个段小辉，我帮你审审。大家都是同事嘛，帮帮忙。这样啊，你们呢，虚心向我们基英队请教，我是很欢迎的。但是像审犯人这种事情是越级的，我暂时不向局长汇报了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么说，你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，那帮古惑仔刚刚离开。不长眼，山鸡哥真厉害，什么？只有山鸡哥能治得了他。是，这他妈算什么呀？全当锻炼身体了。我跟你说，肥龙，晚上叫上所有的兄弟们一块儿去吃海鲜大餐。最近这笔啊，咱们赚了不少，是该好好犒劳一下兄弟们了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我相信你，我想帮你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忙，我只想要我的别针。你别针在哪儿啊？在我的外套里，一直别在我身上的旧别针，那是小时候爷爷送我的。所以你撬锁是爷爷教你的？嗯，爷爷当了半辈子扒手，吃了好几年的牢饭，他总说自己一事无成，除了撬锁别的什么都不会。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忙，是爷爷把我带大的，他没什么能给我的，只有把别针的记忆都交给了我。小辉认罪了，没错，不但认罪了，而且交代了详细的犯罪过程。杀人这么大的罪名，小辉一夜之间认罪了，你们俩不会给他动了私刑吧？孟老师太高估我们了，我们精队办案是有法可依，违法必究，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。这个事情能这么快解决，还要感谢你们专案组的小鬼。这个小法医不知道用了什么小伎俩还是小法术啊，让他乖乖的就范了。谁说法医就一定会法术？那学土木工程系的人就一定会种树吗？有道理。孟老师，我还是最欣赏你的工作态度。队长分析的有道理，不过队长，咱们这时间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应该带着小辉去指认现场？小辉。Thank you.
忍着，待会儿啊，你就把犯罪的这个过程重新给我指认一遍啊。你们复查一下现场，快。哎呀，说心里话，我是一回到这儿啊，我就感慨万千。你说，你爷爷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按理说，你就应该好好学习，本本分分做人，啊，长大了以后报效祖国，孝敬你的爷爷。可是你呢？啊，你却犯下了这种滔天罪行，我是很替你们这一代表示担忧啊。队长，段小辉呢？眼下，这不在。哎，注意，来了。哎呀，有点致命黑蓝的意思啊。说对。胡闹吧！堂堂刑警队长，连个小毛贼都看不住啊！局长，那不是小毛贼，那是杀人犯。连个杀人犯都在你们眼皮底下逃跑了，你还好意思说吗？如果知道段小辉畏罪潜逃，老段在天之灵也不会得到安息的。局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他带回来。你就那么有信心？我能把他放了，就能把他带回来。啊，队长，段小辉是你放的？你闭嘴！你不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巴。你说，他怎么跑的？报告局长，他是用别针撬开手铐逃跑的。什么什么着？别针？你怎么知道他用别针跑的？因为手铐上的划痕和撬我门锁的划痕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周浩呀，周浩，我的周浩队长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啊，竟然能被同一个针扎着两次，两次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没得说了。他从哪儿弄来的别针呢？就是，这丫头太神了。当初就不应该听丁局的，把他给放了。曾荣华，帮我把局里的监控录像调出来，看看小辉在关押的这几天，梁英在干嘛。你查梁英干嘛？调监控录像很麻烦吗？不麻烦。我不舒服，去趟洗手间。你站住！别针就放在白纸上。你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没有发现它消失了吗？我都已经这么不舒服了，你一定要现在问我吗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英儿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在打电话，没看见。你以后吃东西要注意点，别老守着尸体吃。我这有止血药，你用吧。我要止血药，阿姨，救命！我也没有止疼药啊。江湖救急，我今天换了包没带。哦，我明白，我有。今天萝莉不起来了，给我弄一个保险的。我的东西从来都很保险。阿姨也用高洁丝，这回真靠谱了。原来我们都是颜值控。罗非，你一直坐在这儿不尴尬吗？不。梁英最近的状态的确有点异常，从来没有哪个案子让她这么上心过。可是蓄意协助小辉逃跑，他什么动机呢？重阳，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啊，居然被一根针扎了两回。你要反省，啊。报告，进。队长，
我们发现了死者段建国的手机序号。老爷子还有手机，在证物里吗？没有，我们推测这个手机应该在段小辉的手里。那就是段小辉在指认现场的时候偷走的。队长分析的有道理。好，全队吃鸡。吃鸡？队长的意思是出击，出击。你还在想小辉的案子？小辉逃跑，我得负全部责任。而且，我现在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甚至连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我听说，二队正在追踪小辉的手机。他在哪儿？再查下去会比较麻烦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放弃了。罗非，罗非，休息，休息一下。梁英是几年前离开湖南的，小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两个人在案发之前绝对素不相识，完全没交集。哎，你们这么调查自己人，不亏心啊？不算调查，只是觉得他的举动有点反常。好奇归好奇，要说是梁英把小辉给拐走了，我打死也不会相信。他这种独来独往的性格，没理由会做这种被人牵连的事情。梁英是孤儿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不是警察吗？怎么还随身带着手术刀啊？小辉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一，我说，你先把刀放下。你们这帮女人怎么都那么泼妇啊？出门一个个身上都带着家伙。小辉带了武器。是啊，他上午来找我拿手机做交换，跟我要了一根电棍，然后就匆匆忙忙走了，那眼神就跟要去杀人似的。他往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给我打听了东城山鸡哥的事，好像是去红星街那边的仓库。哎，警察大姐，山鸡哥可是道上的人，地下大毒枭，不好惹的。哟，仔细一看，这小妞长得还挺标致的。是吧？真是可惜了呀。啊，人就是我杀的，你能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谁让他倒霉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得好死！呸！哎，这小妞还挺狂，
喂，哥。小妞啊，你也别狂啊，我这就送你去跟你那个倒霉的爷爷团聚。狗饭里有麻醉针还挺好使，胆儿挺大啊。公子，我不走，旁边人多，我们再想办法。神经哥，你醒醒啊！神经哥，神经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醒醒吧！怎么了？这个房间里没有信号。这些是什么呀？看来，这群人不光是贩毒，还自己制毒。戾气捅死的，看来也是被山鸡灭了口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？我的意思说，你难道见到尸体不害怕吗？尸体有什么可怕的？见的活人越多，我就越喜欢死人。那帮人应该没走远，我们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了，歇会儿吧。有没有人说过你的性格很奇怪？应该也经常有人这么说你吧。我们有相似的经历。难产。对。这么说，梁英一出生，他的母亲就死了。梁英的舅舅白教授是咱们医学院德高望重的教授，也是我的师兄。这些年，白教授为了梁英的事情没少操心。那梁英的父亲呢？听白教授说，梁英的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太好，一个人把他养大了，吃了不少的苦，后来实在扛不住了，住院期间猝死了。那时的梁英才十一二岁，一夜之间就成了孤儿。白教授参加完葬礼，就把梁英从湖南接了过来，夫妻俩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照料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梁英的性格突然发生了变化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跟舅舅舅妈生活在一起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爷爷送给我的，他已经陪伴了我七八年了，他真的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没有骗你。我相信你。这是白教授的地址，他已经退休两年了，我不知道这个地址对不对，你们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看来你得一个人去拜访梁英的舅舅了。什么情况？专案组来消息了。数到三，你就拼了命的往外跑，有多快跑多快。快点，快点！
歇着牛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收到了一张通知单，受刑人是山鸡。这里边谁是山鸡？糟了，山鸡跟小辉都不见了。让我老实点，没写日期，也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动手。这种人渣直接被大可干掉算了，省得我们浪费精力。这古惑仔毒贩子真把他惹毛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穆大姐去拜访梁英的舅舅？有收获吗？哎，我也想知道梁英十一二岁的时候为什么会性情大变啊。那个时候啊，医学和验尸技术都还不发达，小英她爸爸死了以后很快就被草草的火化了，也不知道究竟是病发身亡呢还是中毒而死。这也是后来小英为什么坚持要成为一名法医的原因。想跑，给爷乖乖待着吧你。嗯，有话要说呀。我跟你说呀，跟哥混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总比跟着你那死去的爷爷强啊。嗯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呢？笑，笑什么笑你？山鸡，你知道达克吗？达克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是硝酸甘油。什么？学过化学吧，毒贩子，会炸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乱动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走，别走，你要干什么？喂！喂！这些都是梁英的东西。是的，这些都是小英的东西。她把这些东西丢了很多年，我一直不舍得扔，瞒着她，存放了起来。小英这孩子，打小是一个很天真、很简单的孩子。自从他爸爸去世以后，
小银搬过来以后，知道我在医学院授课，就求我让他去旁听。我们以为那次之后，小英就会放弃法医这条路，却没想到，那天晚上回家以后，她把所有的洋娃娃和童话书全都扔了，开始没日没夜的看解剖实录。再后来，他常常一个人待在医学院的停尸房里，强迫自己和尸体相处。没过几年，他就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了业。所以是这些经历才造就了现在的梁音。梁音必须撤出这个案子，我之前想错了，梁音是把小辉当成了当年的自己，他根本不想找到大克，他希望大克把山鸡给处决了。晚了，梁音不在，我去查他手机定位。不用，他没有带手机，那怎么办？通知熊爷，咱们分头去找。枪可不能这么横着拿，抛壳的时候会抛着你的脸的。打电话。这么拿也不对，我懒得跟你说。飞哥，我知道山鸡在哪儿了。山鸡呢？梁英呢？我去晚了一步。大哥出手了。你是罗非吗？我是。大哥让我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他叫罗非？大哥说看皮肤就知道了。紫外线灯，哎，好像是地址坐标。大可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线索呢？梁英不会把山鸡给抛了吧？曾荣华，路上查地址，出发。Thank you.
大姐，救命啊，大姐，快点，快过来救救我呀，大姐，快来救我呀，大姐。小辉呢？小辉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把他绑走了，就还没动他，就没一孙子绑到这儿来了。你小心。这个是你的尿吗？硝酸甘油。硝酸甘油？对，对对对对，硝酸甘油，这属于谋杀，纯粹的谋杀呀！你赶紧救救我。救你？我还想问你，你是想这样死，还是想这样死？妹妹，你别冲动，别冲动，我招，我全部都招。殷，你要是开枪的话，我们专案组就输了。让这种人继续活下去，专案组算赢吗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个警察。那杯子里是你的尿吗？你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这么问？硝酸甘油，硝酸甘油，稍微一动就会爆炸的，赶紧来救我呀！要干什么？哎，你小心点！你干嘛？你小心点！依你冷静一点！小心！梁依，你冷静一点！小心点！要干什么？小辉的爷爷怎么死的？啊，是我杀的，我杀的。他走了，他承认了，承认了。那仓库里的尸体呢？也是我干的，也是我干的。那老头发现我们卖白粉，想去报警，然后我就把他给解决了。什么叫解决？我把他给捅死了。你看，你看他捅的，你把放眼，承认了，承认了。硝酸甘油的颜色要比这个浅得多，这只是地沟油。我知道我是警察。是这个人把你打晕的吗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老东啊，你看这儿环境也挺好的，你就安息吧。小辉的复学手续呢，我们已经办好了，很快他就会上学了。爷爷，这个警察叔叔姓二，叫二队长，他曾经把我当成凶手抓起来过。你们要是觉得无聊了，就把他带走陪你玩。哎，老东，这是个误会啊！当初把他当嫌疑人，想抓他的也不是我，是丁局的。你不会出卖我？
哎，孩子怎么这么有个性呢？ 我们警察呀，是一个有温度的职业，啊。梁音这资料怎么办？放回他档案箱。我还有很多秘密呢，各位慢慢查啊。 给你们看个东西。市民梁某因目睹凶杀过程，被罪犯灭口，其10岁的女儿独自调查，在医院的垃圾桶里找出了残余的致命药物，协助警方将凶手缉拿归案。小柔跟现在没怎么变样。那就是说。 是梁英自己把案子给破了，能有这样的队友，是我的荣幸。行了，进去吧，以后别瞎逃课了啊！活人这套婆婆妈妈的不适合我，这根别针已经很旧了，也没什么用了，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。 你可千万别弄丢了。为什么送给我呀？因为你也是活人呀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，你其实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冷血，只是你心里温暖的那一面藏得太深了，就好像是一道特别复杂的锁，并不是打不开，只是你需要一根更好的别针。给你颁一个年度最矫情奖好吗？ 谢了。 计划的谋杀，对不起，和计划的谋杀，对不起，我用的东西是错。第一句话是你的，你的话吧？完了，下面是不是都不完美？
失落化成了尘埃，要谁在等待？最无盛开，是爱你一个梦。开了吗？当时住手了。你是罗非吗？计划在说。啊，我是。来，你跟大飞拿手机去，我找个地方给你办手续。我给你地址，来来来。没事。三，开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下一场吗？小大姐。对，是下一场。我以为中间隔了很久。谁还有团吗？啊，还有团吗？太高了，给台风，给台风。对，这个台风很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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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